酵母蟹，这只螃蟹有一七八两，拿出来看看。给你们看看这大蟹，真的是很大个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滑能怎么样啊，打开看看。但是我有点无从下手，这是蟹尾上有花。这个呀就是蟹心，白色的，它特别寒，它揪掉。这螃蟹还行，我想跟你们讲，这个蟹子没花开蓬蓬的，都带了钉耙子。等会儿啊，这吃啊。